起来，干转您就来。各位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您现在收看到的是辽宁卫视《明星转起来》，我是大鹏。大家好，我是露露。大家好，我是秘密。大家好，别再让我东张西望了，别再让我心太凉。你们还真拍手，怎么唱得好咋的啊？你应该说掌声不要多，只要一点点了。我今天还不要脸呢，你这个不对不对不对。露露，你原谅他一下吧。怎么呢？这是傻小孩内心的呼唤。什么意思呀？你没听他唱啊？你是我的新娘，那就是傻小做梦都要媳妇儿了吗？我是想烘托我们明星转起来本期的主题。哎，这个说的有道理、啊、对吧对吧。歌里面唱的新郎和新娘啊、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叫做明星夫妻秀。哎，没错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到我们现场的都是大牌的夫妻档。对啊，将以我们东北老婚俗的方式登场亮相。我的天哪，那可以说是洗脚水冲咖啡，别有风味啊。你喝过咋的啊？对呀、啊、这说法好奇怪呀、啊、人家叫别具一格，独具匠心啊。那我们倒想知道知道怎么个独具匠心法，有哪些特别之处啊？你看比如说啊，过门的时候你得跨火盆，跨火盆啊，过鞍马，过过鞍马呀、啊，马没整体操的去了啊，鞍马上来，对，过马啊，体操最重要的啊，就是入洞房是吧？这点，这你别着急啊，咱按照顺序来。好好，那么第一对上台，咱们用一什么样的特别形式？这个特别好啊，跨马鞍。跨马呀，跨马鞍象征着平平安安来了。哎，这马鞍已经上来了啊，对啊，象征平平安安。那就这样，我们掌声有请出第一对明星夫妻档，掌声有请。哎呀，过啊，要要。这咋还要蹦过去啊？跨过来，跨马鞍，跨过来。哎，得跨啊，得跨过去。哎，哎哎哎！啊，给加加油！来来来，慢着点啊，慢着点。哎哎哎！哎啊！你咋回事啊？啥意思啊？不跨马鞍，一生平安呢？你怎么还跪下了呢？你这话唠的就不对，我知道跨过这个鞍子叫一生平安，但是我今天跪到这儿。这也有个奖，明白吗？啥奖啊？我这叫跪鞍。你吓死我了！你知道？来吧，完了，别着急啊，话没说。你知道为什么跪鞍吗？不知道。你知道我给谁跪鞍吗？啊！我在给今天所有现场的观众，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跪鞍。啊！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为什么？因为观众，所有支持我们节目的所有的观众。他们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我们给他跪安是应该的，对不对，朋友们？好啊，这事没钱，这事还有奖呢。但是话说回来，这事咱俩也得过去。来来来，走走。哎，好。来，让我们欢迎著名的二人转演员唐建军、王小华夫妇。欢迎。哎，大家好啊。大家好。在这里我们夫妇俩祝大家开心快乐、永远幸福，一生平安。好，谢谢谢谢两位，谢谢谢谢两位。哎，来，我们继续请上接下来的明星夫妻档。好，来，接下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？他们刚才是跨马鞍，接下来跨得更厉害，跨火盆。跨火盆啊，象征着日子红红火火，火火火火。那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接下来的明星嘉宾。哎，坚持坚持啊！这话不够，好，搀扶吧，咱俩共同迈过去吧，来，跨火盆吧！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来，让我们欢迎著名二人转演员王小丽。我刚才已经都背过来了，咱们得一视同仁。稍等，他必须得抱他过来，否则这不算数，对不对？结婚之前吧，结婚那前儿抱过，现在吧，那前才80斤呢。现在也80斤，再加就再加80斤呢，80公斤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李林姐其实体型。
型还是挺好的、啊、而且我知道人家在你心目当中分量地位都挺重的，不是他你给形容形容他在我心目中啊就好比是泰山啊黄山啊棋盘山。为什么都是山名呢？你废话，山就抱不动嘛。原来这么个意思抱抱啊！哎，老赵啊，说半天别废话，必须得抱，必须得抱啊！别了，别的。啊，还没抱住呢啊！哎呦，那个抱一抱，哎呀，他这不是抱过来的，他这是拎过来的。好，再次感谢王小丽夫妇，欢迎王小丽姐姐，欢迎欢迎二位啊！哎呀，现在已经上来了两组钻星啊，都是夫妻档。